家里面是做什么？我家是政治世家，就是我爸爸、叔叔、爷爷、亲戚都是有政治相关。因为我讲话比较直，然后老师就有时候很讨厌我，他就有一次我就顶嘴，他说你为什么不写功课？然后我说我忘记写了，然后他就赏了一巴掌，啪。打巴掌？对啊，超凶的。忘记写就打巴掌。然后后来那个老师就看不到，对，消失。可是他不是人，他不是人不见，他就被就是不要让我看到这样子。欢迎小伦。Hello。小伦，是。我问一下，你什么星座？天蝎座。天蝎座，你家里面是做什么？我家是政治世家，就是我爸爸、叔叔、爷爷、亲戚都是有政治相关的。哇塞，那心脏要很大。那爸爸是什么样的政治？就是正向的代表，还有以前，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就是国民大会。哇，国大代表。哇，哇，国大代表，我看大概只有我跟老师知道。对，已经因为现在没有了。爸爸就是国大代表。嗯，那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会用我的头来比喻心脏这个大小？没有，那个是我说心脏要大颗一点，然后我就记得你的头比较大。哎，记得我别的事情吗？哎，可是你们家是政治家，应该在学校应该连老师啊、校长啊、同学都不敢得罪你吧？算是，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因为我讲话比较直，然后老师就有时候很讨厌我，因为我小时候成绩还蛮好的，然后找不到就是地方可以打我。他就有一次我就顶嘴，他说你为什么不写功课？然后我说我忘记写了，然后他就赏了一巴掌，啪。打巴掌？对啊，超凶的。忘记写就打巴掌？真的假的？我就然后回家哭这样子。哇塞，他完了。然后后来那个老师就看不到，对，消失。可是他不是人，他不是人不见，他就被就是不要让我看到这样子。你还会出车祸？我有一次就是，你以为到底还会？我也不想出车祸。他是神仙是不是？我觉得是不是有人帮他开车啊，保护着他？不是，我是在走路，他是没有机会单走走走走走。你好，你笑得好开心。可是我小时候都是那种爸爸爷爷都会叫司机来学校接我。对，那你是走在路上被车撞？对啊，走政治谋杀。哇，好恐怖！政治破坏是故意的。快了吧？就是我是走在马路上，走走走走走，然后一台车转过来，然后就撞到我，然后我妈就在后面看到，然后车牌就是不是有四码吗？然后她看到后面三码，然后前面那一个没有看到，然后后来去警察局报案，警察就不理我妈。然后我就哭，我说很痛很痛，因为我就，然后就去警察局，然后我在那个医院。我在医院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爸说，我被撞到，警察不理我，不帮我查坏人是谁，事情完蛋。对，然后我爸就很生气，然后就去警局，因为那时候我妈有在，然后跟我讲说，我爸一去的时候，像其他警察是这样，本来就不理我妈，就然后看到我爸就这样跳起来。黄代表好，黄代表，这个预算你这个赶快让我们过吧，我不能在这个有查出来？有啊，超过分的。地毯式搜寻啊，一定是这种。连前面那个 A B C D 都查到，查800辆出来，然后全镇封锁，大家不要动，开始查。